当你跟男友吵架，你的闺蜜。哼，怎么了，团子？这么着急把我喊过来？我不想理他，你帮我跟他说，如果他今天不跟我道歉，我就分手。你要说哄一个大男人是不可能跟他道歉的。他说他，你跟他说能不能不要每天加班？我们都好久没约会了。你跟他说我加班只是为了赚钱养他。你帮我跟他说，我不想他赚那么多钱，我就希望他能多陪我一点。你跟他说我们赚钱怎么带他玩好玩的，吃好吃的。你跟他说，他今天要是不跟我道歉，我绝对放他走。他说你是傻子。哎，你干嘛这么说？我又没说这个。哎，我存心的嘛，我又不聋。小孩，我错了，他怎么还挑拨我们关系呢？今天你想去哪玩，我都陪你。嗯，师傅，也是我不懂事，以后我一定多理解你。我们和好吧。我就这样想是最好的。嗯。你们继续。